因为这两天在一直在，我们在编一个系统啊，就是说给大家在修正上编一个，就是根据神经系统来编一个，就是把身体啊当成一个，就是高级的一个生物能的电脑，就是说，但是现在呢，整个这个教材还没有完全写完，但是没有编完，但是呢，你们可以先列第一步，就是已经可以，因为。基本上我们身体呢，现在就是把，假如把它当成一个电脑，就是说，因为我们是无我的，那么我们是一套程序，那么当成这个电脑的话，我们用到了5个芯片，前跟大家聊了，其实这个暂时不重要，因为这个你们还用不到，还有一颗电池，电池我们是指的心脉、心脏这一块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能源库，就是我们要启动能量，就是说启动能量呢。我们现在的能量呢，有些就是说是不能够启动这个系统的，就是说你们要启动空性的能量。空性的能量来自哪里呢？就是说在你们心性上，好像说啊，空性是开悟以后啊，圆满以后才有的。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本来具备空性的能量，我们来自于空性的能量。所以说在我们，但宇宙呢，宇宙从一开始爆炸的时候呢，它具备了一个点，这个点呢，在宇宙里边叫起点，就奇怪的起，就是起点。那么在我们人体的身体里边呢，就具备这个起点。我们要寻找到这个点，然后寻找到这个点呢以后呢，我们要用意念打开这个点，然后我们的能量就会源源不断的进入我们的身体里边，会提升我们的，就是说，就会能量非常具足啊。至于说以后这个能量怎么样转化，到最后怎么样运入到系统，那是以后的事。现在呢，我们就是单纯的你们先试，就是打开这个起点。这个起点的位置呢，在以后呢，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比如泌尿系统，还有生殖系统，且内分泌系统等等，每个系统里边又有起点，就是又每个系统里边又分小的这个能量中心。但是呢，在我们整个身体大的这个能量中心的起点在什么地方呢？在肚脐的后边，肚脐，就是我们肚脐的后边，在生，其实有点近似于道教的下丹田，有点近似于我们的生发宫，有点近似于，但是呢，范围你不要固定，现在不固定，就是在一般在肚脐的后边靠下一点位置。靠下一点位置，这个起点呢，就是如果一旦打开，它就是这个地方是，就像宇宙爆炸一开始那个能量点，就是你要寻找到你身体里边的这个点，然后呢，用意念打开它，开启它，然后这个起点呢，就是你通过呼吸，就是说，肚脐这一块，你坐在这一块静下来的时候，通过呼吸来吸气，或通过呼吸来打开，就是。你吸或者是吸气，吸到这个肚脐后边靠下或者靠里，这个你就是你确定在肚脐后边的一个范围，然后在范围之内的话，你怎么样能确定你的起点开始找到的话，就是说有一个地方是发亮的，或者有一个地方开始发热，就是这个地方开始发热，或者它周围发热，那么以周围这一片的，比如有一片发热，那么这一片的中心位置就是起点。就是当它发热的时候，一般你在意念观想到那个地方，如果那个地方开始发热，那么你的起点就开始启动了，一直到它就发热，然后就这样观想以后呢，每天就这样静坐15分钟到半小时的话，你却一天的能量已经足够了，就是我们一天的能量，就你一天消耗的能量已经足够了，就要打开这个能量库，知道吗？那么怎么打开？就是做的时候就是。或者用肚脐呼吸，或者吸气吸到肚脐后边，然后从肚脐呼出来，通过呼吸来寻找，就是一开始你找不到，通过呼吸来寻找。每个人的起点的位置大约不是固定的，知道吧？有的人偏后一点，有的人偏前一点，有的人偏左一点，有的人偏右一点，这个没关系的，因为都有一些移位，这个没关系的，根据你的状态自己寻找。但是大致位置就是以这个就是说这个脐轮这一块，先把当寻找起点的时候，先把脉轮的事忘掉，先不要管它有脉轮啊、生发骨这些，先不要管，就是寻找一个点，在但是这个点不一定是个一定是个点，它可能是个圈圈，知道吧？它可能是个圆圈，它可能是个
就一片儿啊、一片发热，慢慢的就热下来，或者热下去，或者整个开始发光，或者发出彩色的光环等等的都可。如果有彩色的光环，有光的话，发出光而且发热的话是最好的，嗯，就可以。这个起点如果寻找到，我们下一步才能开启其他系统。嗯，这是我们的能量基地，知道吗？嗯，就是现在你们先试着先把这个能量打开以后呢，然后才能学习其他的。宇宙就是在这一点上开始爆炸，生成了光的声音。这是一个能量点，或者是肚脐吸气呼气，或者是直接你看怎么找，反正你怎么把握，怎么能找出来？只要那个地方开始有一个地方开始发热，就基本上就可以开启了。嗯，每天这样训练，每天训练大概15分钟、20分钟左右。嗯，就要有半小时，你一天就够用了。让它发热，嗯，开启，打开它。要静下来，静下来，慢慢的呼吸，不要很急促的，这样呼吸是就很难热起来。要静下来，慢慢的吸气，让你那个气息呀、啊，不是呼吸那种风啊，是你的内吸呀、啊，吸一点一点吸进去出来，内吸呀、啊，就是说慢慢的把它就是那内吸进去，就很快就热起来，很快那个起点就发亮，开始热起来。要慢，静下来，呼吸要匀细长，哎，慢慢的吸下去，然后从那出来，然后肚脐开始跟着前后晃动，哎，这样子，很慢，越慢你越容易找啊。你的呼吸是绵长细匀的进入那个肚脐后边的，你要只是呼哧呼哧的呼吸呢，那是风，是风在那儿，风在那儿是不能暖起来的。要内吸，就是绵长细匀的内吸，就是休息的吸，那个吸进去的话就很容易慢慢那一块就开始热起来，有一个点慢慢呼吸，然后把气息轻轻的送到那个地方，绵长细匀，然后肚脐可以前后吸呼跟着慢慢动都可以，不动也行，你自己看。如果累了就休息一会儿，然后呢把意念守在那个部位，休息一会儿不累的话，继续把呼吸吸到那一块，然后再呼出去。要很慢的很深长的呼吸才能开启。这个位置呢，近似于我们以前手的生发宫，但是呢，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起点的话，它位置不是稍微有时候会有些偏，有的在就是不是每个人有固定的点，所以不能确定，但是只是在肚脐靠下靠后的位置。这个是宇宙起点，就是说这个位置叫宇宙起点，这是来自玛雅人的传承，这个叫法。这儿的能量非常大，一旦开启，我每天有很短时间开启这个能量，我们一天的能量就会很充足。如果很累，头大脑很累，说吸进去呼吸很困难的话，可以选择直接用肚脐吸呼吸，就像婴儿在母亲的胎里边用脐带呼吸一样，直接用那个部位。吸气呼气，但是要绵，要慢，要很慢的吸呼，就像胎儿在母亲肚子里那样子。但要静下来很放松，让自己的肚皮肠子都很放松啊，腹部很放松，然后很慢。只是意念要关照到那个部位。
如果不能把气息送到下丹田的话，就是肚脐后边的话，先深呼吸，深呼吸几次，把浊气啊清理一下，然后呢，慢慢静下来，慢慢全身放松，然后让那个气息啊很绵长细涌，细细的一道线下达到你的肚脐后边。一次一次的，很慢，就容易找到。只要有一点发热，就开始有希望了，就很快了。有个地方发热，不管在任何地方，这是最好是有时候在早上或者空腹的时候。上一下我可以找这段时间可以找这个地方，要打开的，怎么样，小张？找到了，不热，能找到，但是觉得，还没有热，哎呀，突然间就从这到不行。那就算是开启了，不是热，但是就是那一亮，它一般都会是有的是热是最初步的，有的是在这个地方突然放出扇形的彩色光，或者直直一道，这都是有，可以了，如果持续就是说你静下来，这种热或者持续十几分钟，一天就精神能量就差不多，那你立刻一下子就要换一种状态。对。它这个是在玛雅传承里，它把它叫做宇宙起点，它是一个系统里边的一个编排。它有些道教各种每个宗派叫法不一样吧。我觉得它这个是根据的银河系的这种宇宙大爆炸这个更接近科学的做叫法。而且它的准确度就是说，他说每个人的起点不在一个位置上，这个我觉得更好一点。因为比如说，道教是下丹田啊，佛教啊，或者是说有时候说一些其他生发功德，它都固定在一个地方嘛，然后它是不固定的，它说是在肚脐后下边，而且没有确定，但是大家的位置不会偏得太多，但是差不多，它就在那个位那置。它会不会每个人，就是我这个起点，它也是变，有的时候也是动的？不会，有时候只差不多就那个范围。不会太大，就是我们是具备了宇宙的整个系统的，就是空，这个是这块的爆发出来能量，就是空性的能量，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位置的，就是，听不到，我起初好像是有一点，但现在就变凉凉了，是不是？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是需要时间的。需要慢慢你训练的时间得需要那没一找段错时吧？间，没找错，这怎么能找错呢？起初是花的，后来都变了点了，现在连那个这个那面说板明后你面，它里边有阳气或者有寒气呀、啊，它就慢慢一也圈，哦，就一圈一它热气慢慢发，就把那些排圈。出来了，慢慢吸，用呼吸来找是最好找的，但是一般呼吸就。你这样子使劲呼吸就不行，这样子风大就是，这样子呼吸是不行的。但是一定要很细很长的把那个吸，内吸，又动用到内吸，就很容易很快就点燃热了。这是一个初步的找法，先就这样，先这样子找啊。就说内里边足。也会，但是这个需要训练，需要一段时间，慢慢，就是随时，不管你行走坐卧，一手就唰就热起来，就充满能量，随时能充电，知道吗？要训练到这个程度。因为我们必须有源源不断的能源，才能能量，才能做事。你才能开启其他的系统。
们后迁的能量是用的太阳能，先迁的是空性的，我们现在用不完的，源源不绝。但是先迁能量，我们用太阳能是心脏这个系统嘛，心肝脾肺是这个系统，心脏是用太阳能电池，就说这个是消耗很容易消耗完的。但是一旦开启了后天先天的能量，我们就源源不断了。他只是这样子来编，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是无我的，我们怎么样去编这个程序，怎么样去用，是由我们自己做决定的。少年热了没有？没有。我啊。你这两天脑袋累了。慢慢的，早上起来就盘着腿坐在那儿慢慢走。早上起床以后或者半上午半下午都可以，休息的时候15分钟，有时十几分钟，有时候坐在椅子上静下来，都可以找。你们呢？我就是辣辣的，火辣辣的。火辣辣的啊！王伟找到了，可以，热了啊。德开呢？是不是？没说我。那个厉害，可以。是，为什么不是呢？他大概就在这个区域啊，就行了，肚脐后边就行了。但是呢，你平时因为是一个指令很重要嘛，你把它当成一个起点，它就是起点了。你要是说只是它就是个热热的，就不对了，它就是一个宇宙爆炸的中心，知道吧？就是我们所有的将来的程序，这个系统这儿是个宇宙爆炸的中心，知道吧？我们就要用这个能量，它就是这个编排要从这儿起来，它是一个就是说你把它当成什么，它就是什么。我来了，你呢？热了没？热了，找到。要每天练一段时间，要慢慢的。如果有的能转化成光，就更好了。转换不成也没问题，先练着。你们可以了啊，你也行，找到了，听到了。没关系，我知道你凉，那是有寒气，过两天就好。你可以吗？秋梅呢？睡觉也可以吗？睡觉也可以，但是我尝试是坐起来容易开启，就是盘着腿坐在那儿还是容易，躺着也可以，坐在凳子上也，因为它这种它不是用于说是，它就是找一个地方，找一个起点嘛，宇宙爆炸就是越放松越好。当然说你有点坐姿什么也可以，你只要放松，有时候靠，如果是你坐着觉得这背啊这样很僵硬，你还不如靠着呢。刚才靠觉得快昏沉了，所以我有力气也没办法，但是我看你刚才坐的时候有点绷，就是靠着还是有点紧，肩膀啊还有脖子还有脑袋，尤其这个脑袋，就是你跟小桑两个人也太有样子了，就是一看就是那种要个修道的样子那种。小桑也是，就是一看我就是修行的。我们没说修行，我说找个起点，找起点的时候，你先把修行放一边，我刚才就是平时习惯嘛。就是我是其实有样子更好，有样子是好的，但是有样子的时候容易绷紧。就是身体就放不松，因为习惯了自己都不觉得，而且脑子里杂念多，两个都他杂念也多，就是脑子这块全是在头上，还有颈部，你也是头这个颈部多一点。就是气能量都在上边。杂念出来也行，杂念出来怕啥呢？最主要是找到那个点，咱不怕杂念，找到那个训练塔，迅速的启动，就是这样。可能热的啥程度？热到啥？热，
饿到发光，饿到发光，饿不着路。我开他玩，你不管他，你就15分钟，他爱热到啥程度，爱到啥程度。烧脑袋也行。嗯，一般是就是专注力足够的话，能量就是很专注，杂念少的话，它首先就是光，热量随着光就出现了。嗯，因为宇宙爆炸的时候是光跟阴，知道吧？甚至还有嗡的声音啊，或者是光啊，彩色的光芒啊。嗯，你有时候看不见，但不代表没有。时间长了是说没有效果呢，还是？有的人打开一会儿就几分钟嘛，它不熟练嘛，不熟练。第一是好长时间开的打不开，就是呼吸，拿呼吸找它这个呼吸太。就是偏正，一念在呼吸上，呼哧呼哧，就是这个风大，风大，风太大。我就是好累，也是一找就打哈，一找就打。你不，第一是身体有些气脉不畅通啊，还有湿气重啊，寒气重啊，还有杂念多啊，精力不集中啊，不专注啊，不熟练都会导致这样子。就是要训练到很放松的坐在这儿，说话的时候一念突然一松在那儿就开启，就是不管你说话做任何事。知道吧？这就是，但是说，不是说一定要练到这个我们才教下一步。但是呢，最起码你要掌握到这程度，对你是有帮助。我们会有一些程序啊，有些指令啊，会教一些其他的东西。因为你就是先有能源嘛，你都没能量，电脑怎么用啊？你得有电嘛，有电我才能输信息嘛，给你，是吧？别的地方热了，哪块热了？可以，只要你有个地方哪热也行。那没关系，一般应该是开启全身都热的，很快就蔓延到去，只是你们还不到时候。要开启以后，唰，从后脑勺就上来了，而且是光，光跟热能量全部充满全身，应该是按正常是应该这样，就是你们达不到这个嘛。只是一点点热，一会儿又凉了，一会儿又感觉不到了，忽冷忽热，这都是湿。还有气脉表，这个没关系，这个就是先找吧，反正最先熟练一下啊，先熟练一下这个地方。嗯，那你要学这些东西吗？你按这个程序走吗？先找一些，能找到啥算啥嘛，能找到啥程度就，那实在说我练不到那个程度也没办法，都再学下一个。暂时先找吧，因为其他的我还没完全弄好。有这个象丹田，肚脐后边的这个中丹田，中丹田在这儿呢，道教。但是前七后三嘛，它是象丹田，但是它这是一个玛雅文化、玛雅智慧里边的一个叫法，它是直接给宇宙这样叫，但是它的定位是起点是没有固定位置的。它是这样定位的，它除了它不会确切的告诉你在，比如说我们说圣梵宫，印度教其他的，它会说是子宫的顶端，你可以一手啊，这样更容易找，或者是象丹田前七后三的部位，但是它这种就是说，肚脐后边，就 OK 了，更简单，更简单，而且每个人的位置可能都有些移动，有的在这儿，有的可能移动到这儿，他不给你确切的位置。不是说起点，这个是下丹田，道教的啊，道教的有一个前七后三，他跟我说这是道教，不是叫下丹田。就说我们其他教派就是把这些穴位啊什么就定得很准嘛，就是他一定要给你好像找个点让你再定，但是他是说一个范围，你找到那个范围，那个点一定在那儿，在那个范围里边就 OK 了，不需要太。有一个发热的，有点胀胀的疼。你还是紧就绷得紧，因为那就是这个还是平时运动啊或者什么你注意，或者是刚吃完饭有点不太好用。就说你很简单的话，就是就像我现在跟你们说话，或者是在随时告诉你们，不管做任何事，都可以这一块都可以热，都可以启动啊，就比较这就可以了。